拆箱的东西基本拆完，等一下装修师傅过来给我们安装床。我看再有其他东西没有哈，这是我们要拎来要放在书房的桌面的东西，还拎了一袋 GoPro， 看我们不用的 GoPro 还有多少，还有一袋子，哎呀有点摆不下了呀这。哎呀师傅来了，去开门了。哎，师傅，拖鞋20分。啊，那是地下给你放的是吧？拖鞋，能穿吗？我们把床抬高了10公分，我想让扫地机器人能进去。要是它落地的话，地上会有一层灰，永远扫不到，这样不行。所以重新装。好，我们的床升高完毕。升高了10厘米，这样的话扫地机器人能进去里边去扫了哈，十分好。然后我们再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屋子的甲醛含量吧，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复旦生化除甲醛仪还没用呢，持续保持在 0.01 上边，就所有的柜门都开着，所以这个 0.01 这个甲醛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啊。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屋子里边装修都是没有现场喷漆啊打胶啊什么的，打胶就打点缝隙，而且是用的进口的环保胶，包括沙发这些，所以就是啊甲醛含量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可以看到，就安全点待在屋子里。准备开始搞我们的设备树，我的天，设备树要放在什么位置，应该是卡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侧边，因为我不会设计用到这个角落哈。啊，好头痛，好多东西。倩倩出门办事，刚好，这个我们在家开稿。哦，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先把主要那根棍子找出来。对，这根棍子。哎，他送了一些扎带，但是那些扎带呢，明显不够用。哇，这么沉，这应该结实。我没有买顶天立地的那种设备树，因为顶天立地设备树我的顶是吊顶，撑不住，容易把顶子搞坏，所以我就搞了一个桌面的。因为我们的桌子的承重是可以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支到桌子上。我们桌板是实木的，虽然是包着皮，但是里边是实木。其实可以藏到这儿来，是吧？这样就不挡，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方便使用了，是这儿吧，桌球吧，十分稳固。然后这是相机云台，这个是应该是，我的天，我得看看说明书。还挺费时间的，因为要考虑到实用度啊。iPad 可以随时就到中间来用啊。然后，我们可能在这边要拍一些画面，比如拍桌面、拍自己。这个摄像头呢，随时调整角度，而且要录音，话筒能来回揪，并且上面还有个补光灯，补光灯罩我没有拿过来哈。它还要搭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对吧？这个可能按错了，应该按到这个头上，这样它补光灯才能冲着我们。啊，这样的话我们桌面占了一小部分啊。其实这些东西不用的时候它都可以把它转走的，转到后边去，转到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是不怎么经常用的嘛。这些东西也可以全部缩到这边来，如果我们要是用电脑的话啊。但是我们就先这样子先摆着，因为它每一个关节都是可以伸缩啊调整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笔记本想用的时候也可以拉到桌面前面来用。但是大多数我们的笔记本状态是这样子的，放在旁边的，不要挡着 iPad。 好了，设备树安装完成。其实这设备树要是黑色就好，我是没有看到特别合适的黑色，只能是这个银色的了，暂时这样。这边看起来乱糟糟的，管它吧，我们先整理下边的这些电线。
至少让我们可以有东西可以用，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电脑完全用不了，这两天视频也没有做，而且天天都是属于喝醉状态，什么也干不了。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超级工作台完成。PC 呢用的是这两块屏，然后苹果这个是用的这两块屏，上下两块屏。这边还有 iPad， 这个 iPad 可以经常来拽来拽去的，拽到那边去，可以也可以。上面设备数呢，我暂时先收成这个样子，因为暂时呢是先用不到它们。我们做直播啊、录像的时候可能才会用这个话筒呢，随时都可以拽下来使用。所以呢，目前为止所有的线，包括我们这边直播用的声卡还有导播台都已接通，几乎现在是就剩下边这些了。把这些线我们等会儿拿扎带捆带捆起来，然后就结束。这一屋一地的线，都是我找出来的配件线。线线刚才在这儿给我分类呢，看我的设备，看电线就知道有多少设备了。不过还好，看下边，所有的线只剩这两根主线哈，其他的线全部隐藏在桌底了。所以就是我们虽然刚才这边看起来很混乱，但是所有的线隐藏完之后，这个桌子我们可以把它降下来了，现在是锁定状态。98厘米高，好，可以。这样的扫地机器人就不会扫到我们下边的东西了哈，干净。总算我们的工作桌面已经完成。这个为什么会灭掉呢？我们来看一下全部开启的状态，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你看看下面这个。怎么样？哟，没了，赶紧，我先拿笤帚过来扫。好，对，先扫扫，我再收拾电线。哇、哦，今天的任务完成，外边天已经黑了，全部收拾完毕，我们这就要闪了。倩倩已经先回去了，我们把这玩意儿打开。这两天每天大醉，今天好容易清醒一天，过来赶快再把家收拾收拾，所以搞得有点晚了，回去休息吃饭。现在几点了？10点了，哦，有点晚。到家。回来只需要几分钟，10:05。在小城市就是这点好处，住的都比较近，随时可以来回跑。